扬声大师们的传讯：怎样可以自动提升你的震动？你们好，我们是赛莫斯，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与你们大家在一起，在能量层面上与你们进行交流，向你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智慧。 我们说，我们一直在你们中间，因为我们就在你们之内，我们就在你们周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也有化身。你们所知道的，被你们称为“扬声大师”的我们，只不过是这个集体意识在地球上的化身中的一小部分。那些现在化身的人并不寻求关注，他们不打算写书，也不打算去巡回演讲。 因为他们在那里为你们所有人保持空间，为你们提供疗愈、慈悲，并从底层将能量注入人类的集体意识。你们知道人们会多么快就背叛他们认为比自己优秀的人。看看人类是如何对待名人、知名音乐家和其他被他们捧上天的人就知道了。因此。 对于那些来自我们集体意识的人来说，隐姓埋名要好得多。这对你们更好，对他们也更好。这对你们来说意味着，每当你们与自己是其中一员的集体意识相连时，你们都会接收到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慈悲和他们的疗愈。 你们在为人类的集体意识添砖加瓦，同时也在接收来自人类集体意识的东西。你们中明白这一点的人，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了，因为你们知道有一些非常高震动的人正在为这个集体意识做贡献。我们还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在那里看到的动物形态和植物形态的存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矿物形态的存有。 他们都是自成一体的大师，他们也有自己的集体意识，也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只要在动物身边或在大自然中，就会自动提升你们的振动。这意味着，在地球上，关于你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事物上，可以调节到什么事物，可以与什么事物和谐共振这些方面。 你们确实拥有选择权，你们一直都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选择，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出现，所以你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你们想要的一切。在这里，我们要告诉你们，感受与你们产生共鸣的事物和与你们不产生共鸣的事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告诉你们这一点。 是因为我们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感觉会指引你们走向最适合你们的事物，但你们必须倾听自己的感觉，你们必须关注他们，你们必须首先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才能做到这一点。去触及你们的情绪，要知道他们是暂时的，他们是指引，他们并不可怕，当然也根本不必为他们感到羞耻。 因为它们是正常、自然的体验和表达。你们需要所有这些体验和表达，来恰当的引导你们走向你们想去的地方。你们已经准备好在自己的灵性进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位传讯者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们爱你们，我们尊重你们。 我们对你们充满了慈悲。当你们去感受这一系列陈述时，你们的心会告诉你们他们是真实的。倾听你们的心声，运用你们的辨识力，并选择成为像目前生活在你们中间的扬声大师一样的人。先说到这里吧。我们是塞莫斯，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 我们永远在你们中间。